在座的教授专家，大家好。好。感谢这个我们啊张主任啊哈，跟阿伯啊，啊大家来互相来帮助咱这时代来身体健康啦哈，我这才有机会啦哈。啊，不过哦，看开吼，啊，较拢坐无好，身体啊坐好安那？只要食得对人疼。有啥物对人疼？会晓疼。辛苦啦，坐好好食。啊，你安那？会晓疼。啊，拢袂记了，哎呀，我哎呀，那安尼，那安尼，讲了是袂记哈，我教了是袂记。咱身体啊顾好，一世人安那？无啥食，我咪孤了安尼，啊，就好食，就好食吼，就好食吼，哦，嚯，咱做者思维啦吼，啊，阿卡啦，是我开开金牛在搬啦，一大堆，哦，唔知吼，我咧搞思维哦，安尼吼，那先来复习下，咱袂使失字哦，袂使失字啊哈，今仔日交恭喜啊哈，今仔有这个时间吼，来参加咱这个结业典礼啦哈。阿明，你敢要继续了？没。明年要继续了哦，哈。你敢知你进步几岁？咱啊，从去年到即阵吼，已经做要半冬啊，我已经来做评估啊。咱评估进步几岁，你敢知影？咱的功能性的体适能啦，吼，咱身体拢来做评估哦，而且全世界标准哦，吼，咱。平均他八十六岁左右啦吼，但是咱进步差不多几岁，恁知啊？进步八岁，但是该拍破啊就好个。咱进步八岁，恁遐有数据个哦，咱恁做毋是做了无效果，恁后盖拢有是数据评估出来，这数据哦，哎，拢爱报告出来嘞，要全世界人知影咱这是进步八岁嘞。不过进步八岁，敢有满足？咱要继续要进步十岁以上啦，明年好唔好？好。哦，咱明年希望十岁啊。安尼哈，啊明年继续好唔好？好。安尼好啊，祝大家身体健康。好。